2024开年仅仅一个月就上升了4套高定，其中还有一套是全球首创。白天出席活动的热巴还是一袭白色抹胸长裙，看起来大方优雅，手捧鲜花，切实地体会到了人比花娇。到了晚上，一改白日的淡雅，一身黑金搭配真的是又酷又飒，御姐白且黑，各种风格都轻松拿捏。一起回顾热巴跑男中的经典造型吧。你没看见他怎么说你？你这不都解气吗？凤九喜欢你，喜欢你喜欢的不得了。我是不是走错路了？为什么？哎呦，哎呦，为什么这么长呢？这是我走过最长的红毯，鞋跟有点高，控制不住我自己的脚，是怎么回事？仿佛看不到尽头。还有，啊，还有，还有。哇！ My God！ 我好像，哎，所有人都丢了，我的队员全部都丢了，好吧？哎，我找到了。你好，是这样的，我没钱，我没钱，你可以给我刷下来一个吗？可不可以帮我划下来一个？你好，能帮我划下来一个吗？不理我，那我去找人要钱吧。鲜花国哦，小迪，哇，他没有停过表演呢，一直在转。哇哇哇哇哇哇！这是蛇舞吗？哇！邓超，你不在了。快去尬舞，跟尬舞。小迪组进行展示。刚才前面那帮都是老年人玩的东西了，我们这个厉害，论还原度我们是100%还原了。可是眉毛长歪了，多么漂亮，自己都在笑，画自己在笑，画自己在笑场啊？没有，你们看错，你们老花眼。我们这个高科技产品，这是它的遥控手套。为什么像电视购物呢？不是，看啊，你说摆个 pose， 打个响指。你戴上手套是打不了响指的，你可以拿这个打。那音响帮你配，换再换。对，你比如说，哇，好性感，对没？哇，好性感，对没？哇，好性感，对没？
什么什么？你刚才说什么？好戏 ，sexy， 耶、yeah, ，sexy， 耶、yeah, ！比如说你在家时候很无聊的时候，你想看一段舞蹈，那就厉害了。拿着这个手套，你比如说我教你，来来来，还有互动啊，你这个啊，那必须得有互动，来来来，你想看跳舞的时候，你只要这样，嘿 ，dance， 他就跳舞。哇、wow.。投射技术啊，这是。不行不行，回去，这么好的产品只要998，赶快在浙江卫视跑男结束的时候拨打订购热线6666666。哎呦，6666666666，这个太溜了，可以了。接下来我们为鹿晗和小迪组进行，还有喜欢他们作品的，请举牌。首先有请集美到才艺于一身的迪丽热巴。谁？我应该是个护士。你是男的女的？我不知道。你们，你们过来。别动！我知道我是清洁工，我清洁。特别是你的发型，真的，你的发型之后，这位就是。你戴之后。1675，1676，无名女郎，你可不可以不要赚了？你都赚了1000多万圈，你都把我赚丢了。那你不想赚，我现在头好晕，我感觉能有10个头。那你先能不能试一下停下来？我求你了。我也想停下来好吗？可是这个画家就把我们画成这样子，还取名叫做旋转的无名女郎。太烦了，太烦了，被骗了。被骗了！这次蓝狼燃起来了，燃起来了。我们领先那么多，如果我们输了，我们的颜面何在？厉害厉害厉害！